学佛的同学有很多人呢，拜忏，拜过慈悲三昧水忏，啊，这是忏罪呀，忏悔呀。这个忏的法本是从悟达过失而来的。悟达过失，唐朝时候人。啊，这个本子里给我们介绍，他曾经十世连续的。啊，早年是汉朝时候人。啊，十世不舍人身。好人呐、啊。而且十世修行。生生世世出家修行，世世累积这么多的善业功德啊，第十世的这些事，他做了皇上的老师，成为国师。啊，奉为国师，学佛出家人，这个地位不是容易得来的，世世修行，我们明了因果，因果里告诉我们，没有一个人是侥幸的。啊，他有成就，绝不是一生一世，过去生生世世，人间的富贵也不是偶然的。啊，一个国家的领导人，一般说起来，差不多也是要十世修行的，你才有这么大的福报啊！明了因果报应呢，心就平了。啊，你真正想发达，好好修行。啊，这一生不发达，有来生。来生接着干，来生还没有发，再继续不断，累计到五世以上，肯定发了。十世应该是帝王。英国教育不是迷信的。因果教育能帮助人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。啊，你意念要求人天福报，求得到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。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要什么呢？肯定啊，希望修仙正果。啊，佛经上所说的阿罗汉、菩萨、佛果。他求这个，不求人天福报。
为什么？人天福报不究竟呢，离不开六道轮回啊！不要是人间国王，太小了，逃离天主。中国人称玉皇大帝，天王啊！啊，再往上去，夜魔天王、斗率天王、化落天王、他化自在天王，再往上面去，大梵天王、摩西首罗天王，一个比一个高啊，寿命长，福报大，没有脱离轮回，再长的寿命也会有到的时候，寿命到了不能向上提升，他就会往下堕落，不究竟了啊，真正究竟永远脱离轮回，那就是要学佛法，孝成佛法帮助我们脱离六道轮回，大乘佛法帮助我们脱离十法界。那才真正叫利究竟苦，得究竟乐。啊，最明显的，最容易的，最稳当的，最快速的，最可靠的，无过于念佛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个是这个法门，阿弥陀佛开的，弥陀开启这个法门，感动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赞叹啊，诸佛赞叹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这样赞叹他啊，可是这个法门难信，真难信。啊，我跟诸位多次的报告啊，我真正相信接受这个法门，大概是学佛30年。才接受啊！证明是难信之法。啊，为什么学佛30年才接受？之前老师给我介绍，我都没接受。啊，30年之后搞清楚搞明白了，
知道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，这才欢喜接受啊。虽然接受啊，没有专修啊，那个时候在各国地区讲经，这些同学道友喜欢听什么经来找我，几乎我都不拒绝，就给他讲所以也讲了几十部经典。到85岁，这相当老了啊！老了要替自己打算了，不能专替别人打算了。为自己打算呢，就是要求生极乐世界。所以85岁专讲无量寿经集注过去讲过十遍，无量寿经讲过十遍，不是讲念老的注解是讲经。那么从85岁发心讲注解，他注得太好了一定要细讲，要深讲，要圆讲，大家听清楚了，听明白了，信心就生出来了。求愿往生的念头出来了，这真正得度了。破疑生信，破迷开悟，一心专求净土。我们才有把握往生。所以明了通达甚深佛法，净宗是甚深佛法，唯佛与佛方能究竟。纵然是八地以上的菩萨，他们相信不怀疑了是不是彻底了解经宗呢？还不行，彻底了解一定是妙觉如来等觉菩萨还不行。这些话释迦牟尼佛说的而且怎么要证入，不是解悟。我们现在是解悟，不是证悟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等于证悟。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。弥陀对我们的恩德太大了如何报恩？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报恩
啊，首先了达第二呢，出生，出生广大佛法善巧智，明了通达之后，才能出生。自行化他的智慧生出来了，啊，对于净宗没有真正明了通达，信心生不起来。信心生起来之后，这叫出生，愿心跟着就起来了。啊，会认真的去思考，我这一生在众多法门当中，哪一个法门最适合？哪一个法门最有把握？啊，哪一个法门我修学没有太大的困难？这都是考虑必须的条件。那么你会想来想去，到最后只有净宗，只有这一部经典，只有这一个法门，啊，保证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。这是大师因缘呐，我们自己真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信心坚固，愿心不动，啊，不再动摇了，一心一愿求生净土了。下面第三个，宣说种种佛法善巧智，我们自己决定了，一定要劝别人。其他的经典，其他的法门，只能给人阿赖耶识里头种一个善根种子而已。利益在此地啊，这一生呢，了生死出轮回没分，为什么断烦恼证菩提你做不到啊？黄念祖老居士是我一生当中遇到的大德了。他是密宗的金刚上师，他跟虚云老和尚学禅啊，所以在大乘教里头，通宗通教，显密圆融，不是普通人呐。他的老师夏莲居。啊，他的舅舅没关系，夏老跟梅老在那个时代是佛门里头
著名的大德啊，一般人称南梅白下。梅老居士是江西人，南方。夏老居士山东人，在北方。啊，南方梅老师，北方夏老师。所以，念老的家学渊源，弟子厚啊。啊，小时候舅父教他，大了之后跟夏老学教。啊，我的老师教我经教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。啊，李炳南老居士的佛法跟梅光系大师学的。啊，所以黄念老给我们有法脉沉传的关系。啊，显密圆融。啊，在这个经上住这个经住得好啊。啊，我在美国，美国的佛教禅密很兴旺啊，净土没有人传，我到美国把净土传进去啊，还算不错。美国跟加拿大有30多个净宗学会一定要把自己知道最好的法门宣说介绍给别人了。把最好的法介绍给别人，在密宗里的叫灌顶。那这是念老告诉我的，他也写在这个注解里头。啊，观是传授，顶是最上的佛法。啊，最高的佛法，把这个佛法传给你，这叫观顶。我们现在真知道了，黄念祖老居士给我们做印证，念佛往生的法门呐，无上的定法了。啊，我们要求密宗上师观点，密宗上师第一个大德，佛为我们介绍的大热如来。华严经上的毗卢遮那如来，
极乐世界的阿弥陀如来。你说这是三个人还是一个人？一即是三，三即是一。那我们把这个无量寿经恭恭敬敬的从头到尾念一遍，你知道吧？大日如来给你灌顶，毗卢遮那给你灌顶，阿弥陀佛给你灌顶，你念一遍给你灌一次顶。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的。你能把这个经本念上一千遍，受一千次的灌顶啊，你就开悟了。啊，不是上师在水瓶里拿一滴水弹到你头上，那叫灌顶啊。你每天洗澡的时候淋浴，那大灌顶啊！要明白表法的道理啊，表法道理不明啊，就错了，变成迷信了啊！密宗叫灌顶。贤教叫皈依，啊，我们学习这部经，每一次分享，前面一定念三皈依，那就是密宗的三观点。啊，依什么？一定要以经典的教训啊，三宝都在这部经典里面啊，皈依佛，佛宝；皈依法，皈依僧啊，佛是就大觉是真，法是正，正知正见，身是清净，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，这叫真正的皈依。啊，如果你没有真正皈依啊，那个皈依证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佛法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啊，世间人重形式，不重实质，所以得不到佛法的受用。啊，真正修行人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我遇到一个孟参法师啊，他大我几岁，这个人出家之后没有跟大众上过殿，当然没有参加过法会，没有参加任何佛事活动啊，他研究经教，讲经教学啊，我跟他呢很相似，不过我还参加过几次法会，
他一次法会都没参加过。啊，我们见过几次面，啊，很难得，啊，是一个佛门里的学者，所以呀，学到好东西啊，一定要劝别人，叫法布施啊，法布施。果是得聪明智慧，健康长寿啊！因为法里头有无为识啊，啊，自行化他不定什么时候证入，啊，自行化他，最重要的是自行，啊，自行是依教奉行。佛在经典上教导我们，我们如果没有做到。那不是学佛，那是佛学。啊，是经典的知识，你自己没有得受用。所以经有四种，教、理、行、果。啊，佛的经典留下来，这叫教。这文字，文字里面讲的很多道理，要明白。啊，由教啊，入理呀、啊，道理搞明白了，这个道理搞明白之后啊，要落实，要行。啊，要把这些道理教诲。变成我们的生活，变成我们工作，变成我们处事待人接物，我们要把它做出来，这叫行。行能入自信，行久的时候能立一切相，即一切法，他就证入了。那在净土宗里面，由浅而深，第一个证得的。功夫成片啊，这个功夫一般人努力都可以达到。功夫成片，也就是你起心动念都是阿弥陀佛，除了阿弥陀佛之外没有第二个念头。世间一切情执缘分全放下了。不再去想他了，不再放在心上了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啊，这样的人决定得生净土。啊，功夫好的可以随时去，想什么时候去，阿弥陀佛什么时候就来见你。啊，你多住几年也不碍事。啊，决定不会被这个世界所干扰。
啊，他们不会干扰你，不会障碍你。功夫成片呢、啊？啊，这叫业心不乱，最浅显的。啊，真正的业心不乱，事业心不乱，见思烦恼断了。他所证的果报跟阿罗汉完全相同，试一下。啊，他要不往生极乐世界，他也超越六道轮回，生到四圣法界。啊，念佛往生极乐世界，生方便又余土，他不在同居土，再往上提升一阶，叫离业心不乱。离业心不乱是明心见性啊，由此可知，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也能明心见性，跟禅宗成就平等，往生极乐世界，生十宝庄严土。